这篇朱茵和黄贯中有外地翻港，闻风而至的传媒便争相追问两人，希望向他们求证。 去参加这个婚礼，他就每天去 shopping 买东西了，我们一个箱子过去，结果的上个半箱子，八个箱子回来，
买的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内疚，因为手机电话里面很多小孩子的照片，但是呢都没有了，所以呢心里面一直在内疚。是买很多小朋友的东西，还买了很多礼物，然后买了一些韩国的书给他看，因为他很喜欢看书，所以呢心里面有点内疚。究竟有什么事让华哥内疚呢？原来这个错很多人都犯过。对，有点很内疚了，因为前天我去北京的时候，刚好在家里面，跑完步回来，就跟着小孩拍两个照片。我说Ella，现在我妈爸爸跟你叫拍，也是偷拍他嘛。结果一拍他就不行 ，no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不行，因为你跟我拍了之后，你也丢了电话，他们会拿我那个账，是个相片了，会上载在那个电脑那边 ，internet 里面，我不要给你拍，就。拒绝了我，哎呀，等我这个，把我那个心里面还在继续内疚，真的都现在都有点不舒服。我现在希望，拿了我两个电话的朋友，我可以给送你两份新的请你吃饭的城市，意大利餐也可以，重庆菜也可以，湖南菜也可以，意大利餐也可以，喝咖啡也可以，法国餐也可以。那我可以送给你们大家，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小孩子的照片上载在这个网上去，因为小孩子比较低，我们都比较低调了，不喜欢小孩子泡泡。因为身在外地，任达华没有出席周日举行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，但他们也非常关心赛果。其实大家都演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刘德华在桃姐那边呢，也演得非常的优秀，非常好。可能运气吧，那刚好他太太怀孕嘛，那我觉得怀孕的背后的男人平常的运气有特别好，今天又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朱茵她还是怀孕，她老婆，我也希望她明年拿个大奖，拿什么大奖呢？写个儿歌，全世界都认同的一个儿歌，那就可以拿那个世界大奖儿歌的音乐大奖。也我这边先恭喜阿婆。恭喜你们，明年你一定拿唱歌这个大奖牌，恭喜你们，恭喜。是了，任达华就在访问中提到说，这次刘青云呢没能够封影帝啊，完全不是演技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他们有个宝宝了。为了这个刘德华要当爸爸嘛，有个宝宝旺他，让他这个非常有喜气，能够马上登基再做一，所以就说刘青云要加油，好事跟着就来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有没有这个子女缘呢，也是这个听天由命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强来。但是听说他们两夫妇呢都有经常的寻求名医，不过我觉得要是他们想要孩子的话，我也在这里祝福他们，可以希望他们愿望成真。身为草蜢成员之一的蔡依智，今天呢就丢下两位搭档上电台节目，为的是谈一下自己的个人新尝试，就是设计。